高八斗。第一关，才高八斗。本关主要考验嘉宾的知识储备。本关共分为两轮，每轮设置三道题目，每轮答对两题即可获得令旗一面。本关共两面令旗，若丢失令旗，则嘉宾需接受关卡惩罚。第一轮是知识问答啊，一共三道题啊。第一题，佘太君呢名佘太花，在评书演义当中，杨家将里头啊，杨继业之妻，在一生经历了数代的杨家将的故事，至百岁还率领12寡妇征西夏，为杨门女将的代表人物。问，在京剧杨门女将当中，佘太君挂帅的时候已经多大年纪了？一百。你们商量好了？商量好，异口同声。哪儿商量了，上来就报100。送分题，这都题都说出来了，十到百岁还挂帅，还问人家是吧？是啊，这是放水的题。放水的题就让大家先热热身啊。好，回答正确，祝贺。第二题，武则天是中国历史上唯一的一位女皇帝，也是一位伟大的统治者和杰出的政治家。那么上世纪60年代初上海京剧院首演的京剧武则天取材自谁的话剧作品？请作答。哎，你们商量商量。哎，这个有点文学性的。哎，这个作家是谁？谁的作品？哎，你说。郭沫若。有没有不同意见？没有。为什么没有不同意见呢？我大概知道，因为这个戏是童芷苓先生的一出代表剧，所以我稍微了解一丢丢。郭老师是这个学旦角，童芷苓当年原演原唱的，对原台的武则天啊，所以多少知道一点。那其他那几位作家大家熟吗？像老舍写过什么呀？给大家茶馆啊，哎，你看看，曹禺，那个雷雨。那你看看啊，巴金，家春秋啊，对，实至名归，看来不是简单才女啊，才女大家都知道，才女，哎，好，答对了，正确，祝贺。好，下一题，豫剧《花木兰》是长香玉大师的代表作之一，请问长香玉是豫剧五大名旦之一，下面哪个不属于豫剧五大名旦？请作答。你们商量商量，你们商量商量，你们商量商量。我答完。徐静老师，他们刚才三位都说了，主要该您了。花淑兰是评剧表演艺术家。你东北人吧？对的。哎呀妈呀，东北人，那对评剧也很熟悉啊。这是东北的流派，是寒花小。哎，寒花小。三大东北的评剧艺术家，所以他熟悉，能不齐吗？长香玉啊，长马金凤啊，飞蓝田也。谁？飞蓝田。长陈。崔马岩，哎，好，恭贺，回答正确，正确了，行啊。哎呀，赵老师，这三道题太简单了，对于他们来说。今天是才女代表团，真是大才团，四大才女全在这，大才女代表团，啊，了不得了，打手不？啊，打手，获得了一面令旗了啊。好，接下来进行第二轮的闯关。哎，下一轮呢是倍速题，每题将以倍速的形式播放曲目选段，闯关团需要听出播放是哪一段戏曲选段，并正确唱出，即为回答正确。听出来还不行，还得唱出来。对，好，第一题。已经听出来了，听出来了。哎，听出来了，这儿都听出来了。什么？那个朝阳沟嘛。朝阳沟。花木兰。哦，花木兰。花木兰。谁派个代表来唱唱？蓝老师。呀。这俩花旦一块抢着唱，只能是你了。你来。跑调。打手背上了，只能是你。不是，我揭发一下，蓝老师会唱这个。你们俩一块，你们俩起个调一块唱。来，大一。有许多女英雄。也把功劳添，为国杀敌，代代出英贤。这女子们哪一点儿不如儿郎？不错，回答正确，唱的也好。回答正确啊，第一题过关了啊，还有两道题，再回答对一道就可以得令旗了。听第二道。
角，哎，什么？这有点难度了啊！评剧哪一出？知道。评剧听出来了，没听出哪一出？我猜一下行吗？哎，你猜，你猜。因为我们北戏有那个多剧种专业，哦，我感觉啊，楼台，对对对，我只能是猜啊。嗯。但我不会唱啊，哎，那不行啊，猜出来就得唱，得唱啊，才叫答对啊，分啊，猜也不一定能猜得对啊，就那几出戏，嗯，金沙江畔，嗯，哦，哎，金沙江畔，金沙江畔，哎，唱的江畔唱的是哪段？那都唱出来呀，不唱出来不能再给分啊，老师赶紧唱，哎呀，那这够难的，这还真是够难的啊，对，季老师，沙江畔，还要唱出来，刘老师给我们唱一段，刘老师唱。这我猜就算帮忙了，这要不这不行，这不行，你这答得太顺利了，没有求助这一没有求助这一说呀，对，求助我也唱不出来。好，那么虽然答对了是金沙江畔，哎，没能唱出来，那我们听听原唱，不能算对啊，听一下原唱啊，嗯。是评剧金沙江畔，没错，对了，好听，哎，好听，但是没有唱出来，对，有点小遗憾，不能得分哈，不能得分，最后一道题就很重要了，哎，听听最后一道题，放音频，啊，知道知道知道，哎呀，我发现了，太简单了，凡是打手背的都拍桌子，来来来来来，知道，等等来听，完了，净高兴了。再放一遍呗！哎，不行不行，他已经听见了，哎，不行了啊！是猛禽鸟吧？你听对了吧？我会唱猛猛禽鸟，听对了。来，你们俩一块来。嗯。听那金鼓响，花轿声阵，唤起我破天门，壮志凌云。想当年，桃花马上威风凛凛，滴血飞溅是流群。有生之力则当尽存，不怎能够属于他人，盼望小丑活足了我一艰难大大大闯关团又获得了一面令旗。